打开童万百宝箱，勾起儿时回忆。这以前啊，阮做囡仔的时阵，四五十年前了，无玩具拢剩这了，很厉害、啊。因为它那个都是要手工蘸模，有改良式的，也有复刻版。除了玩具，还有迷你农机具。做古车传统的做法，我拢做卡榫呢，这可以动啊。开建材行将近30年，78岁的廖义雄退休后无师自通，创作木雕，材料大部分是二手的。烫树卡无爱，啊，我要平条我嘛，我来做干咯，只要半点钟就可以做起来。这弄钉啊，你看，哦，钉柱啊，钉柱我拢夹夹的，我总是用捡这废物利用。廖义雄受邀到学校及社区分享，不只保留传统的技艺，也要透过作品告诉大家爱物惜物，善用资源价值。大爱新闻郭玲、杨君婷云林报道。